Escuchaban los crujidos en el edificio y no había luz. Entonces luego yo agarré una amiga y me puse a llorar. Me puse a llorar porque me dio mucho miedo, nunca había vivido algo así. En México, na mo de chang de da di zhen, zhen de shi, kuan lo ho, di da bu tiao la. Da zi ran de wei li, zhen da ho. Na, hai yo na, ai ma, zhe ge ji hong ye shi wei ji ge xiao dao zao la hui mie xing de da zai nan. Xian zai 还是在向前继续的进行着，迈阿密呢，也是紧急的撤退等等啊，这都是呢闻风色变啊，这到了这样的预报，有的赶快要撤退，赶快呢要到安全的地方，哦，这是大自然的威力啊，一定呢要。 要祈福，要导航啊，就是爱公啊，会惊哦，还要呢，谨慎，还要虔诚的，真正的虔诚的，要这表达出来，我们要虔诚的祈祷，要不然的话，像美国休斯顿，那从开始水一直淹哦。 而且呢，断电没有水，现在呢，现在水在退，环境在清理，所看到的都是呢满目疮痍的，这在私信中他们也提起呀，滋生了很大的蚊子这样的环境，因为呢，笨手压扁钟情敌哈。 很需要人力啦，和和互协，把这样向来是很繁荣的都会区都市哈、哦，让他们赶快能恢复啦干净、平静的生活。但是要恢复生活呢，啊，也不是那么简单。这一波过了以后。 多少人的穷困，因为有不少人呐、啊，还没有拿到了居留证，是成为呢是违法居民，这一波得不到这政府的补助，也没有保险，又很担心呢，怕。 被花铺路身份，那种呢有口说不出，而且真是苦，这样的人呐、啊、有多少呢？这种五口供没出来哈、哦，还要呢怕人发现身份呐、啊，这真的是很苦哦，而且德州。 其实也是工业的集中地，啊，这一回的损失可大哦，不只是人民的损失，也是这政府的也是很大，这一波的损失啦，人的投入啦，哎，付出的很感人，因为很多的警消只能。 顾他的使命，一直往外救人，往外救人，无暇顾家，自己的家也是同样在受灾难中。他们无法顾及自己的家，同样也要避难，他还是呢顾别人呢，让人人能安全去避难。 记得几年前的纽约的那一场的大灾难，我也跟他们说，警察也是在灾难中，他们的精神要顾人、救人的人，我们要去照顾他、关怀他，以表示呢敬意与勉励。
警察室的民的保姆，他们在第一线去执行他们的勤务，那回到家了，他们还要去清理他们受到风灾影响的家园，所以他们是应该在第一个时间，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护卫跟爱给他们。Normally we're out there doing the saving and the helping and digging out people, and for somebody to come and give us a little something, that's great. It's sort of a circle of caring, you know, that we work to care for our communities, and then there are others that care for us. 这一次，他们凭着这样的经验呢，也是警察优先去鼓励，去表达我们。对警察先有一个叫祝福金哈，来勉励哈，就是先发放给警察的眷属。Your first concern was about the first responders. We're worried about our community, our citizens, and saving lives. You come in here and you're worried about us. That's a change and.That's what touched me the most. 警长啊，很感动的，很感恩。他说，从来没有过有人会想到我们，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这就是提高他们的这种救人的意愿哈，也是呢，觉得。他们很有价值，得到这样的勉励，所以做对的事啦，总是可以延续下去。会记得1998年那当中，我们到印尼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本来我们要救济穷人，但是呢，环境混乱呐，我们就去拜托。军警来帮助，但是到那里去申请，有黄义聪老技师陪伴啊，竟然司令提出要求，你爱欢去保护你的平安，那是不是我们警察的眷属，我们已经6个月没有发薪水了，能不能？关怀我们的这个军眷，思贤当场就打了电话回来，那就想到对，那过会我俩心碎了，家属要安怎过呢？那就竟然咱军人要发，那警察咱爱甲列入，因为呢，因同样没有发薪水6个月。我们就先去关怀军警，都发完了，我们才开始了要向民众、穷人去发放。从此开始铺了这一条路啦，就是安尼过来。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呢救人的人，维持平安的人。我们要关心，要最首先的关怀，这是我们的救灾，或者是救难、救贫等等呢，就是要比其他的更特殊的一个观念。还有呢，我们帮助的那无法领到呢保险。或者是政府的补助，这一群人有苦说不出的，这一群人当地的所长也是呢很感动。是啊，天下事有这么多了，还有很多无法都公告的，所以时间是不是真的是好分秒呢？爱真保守呢，这过程啊，现在呢，这大自然的威力啊，在不断不断。
望的向着要登陆的方向，嘛是爱不断的关心，还得过去了后迄个灾情，我们呢也要多去了解。这种就是在光是在现在的这个时刻，还是要不断的去收集去了解哈，信息也不断的会过来，真正是真多代志。所以我们呢，都是在这个时分呐、啊，归刚前的成语时分，就是在这样的时间分秒中呐、啊，我们都要很充足的去利用它。